你要赢了，我菜拿走；就没闺女，有闺女，我把闺女都嫁给你，是吧？别打了。怎么着，剧情你想踢场来了？没有，就是来交流一下。剧情你打得不错呀。还行吧。叔叔，你干嘛来了？我买菜路过。你说踢场来了，在东里，那还行啊。怎么着？叔叔，你咱打什么呗？嗯。你要赢了，我菜拿走；就没闺女，有闺女，我把闺女都嫁给你。那行，行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这有拍子，这有拍子，拿别的来打。你没带拍啊？啊，行，拍有，行，行，我这菜先拿。菜一拿。我看里面什么水果，我看一下。你看，刚买的。我菜挺丰盛。你拿走。可以，可以。好吧。行，这也可以。你赢了。拿着拍子。滚！你要吗？行吧，行，行。啊，你是来阻击我来着？你这个你这水平这么高，哇！哎呦，这小子亮了！说你这动作跟国家队一样。省队啊！我分。让我都看你拍子啊，就是反脚啊，就反脚。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来，谢谢谢谢。打不过，我得回去做菜去啊！我得回去做菜去。哎，说我这水果不是给我吗？啊。